嗨，你好。在吉他音阶上面，我们常使用六度音作为手法。你一定听过类似像这样的句子，对吗？比方说，但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其实一次学会两件事情，也就是上面三条弦的瞬间和弦跟六度音，其实是可以一起记起来的。怎么说呢？请你看这边，我有 C major，我有 D minor。或 E minor，再来是 F major、G major、A minor、B 的 diminished，最后回到 C major。当我只弹第一弦和第三弦的时候，就得到六度音的音阶。像这样，